嘅道理，喺圣堂、家庭、超级市场、教物中心等等，大家好紧张准备。呢度嘅工作其实好好嘅，不过咁样嘅准备只系外面嘅生者。今日嘅福音，我哋要向圣母玛利亚嘅榜样学习。只系今日嘅福音教我哋点样去准备心灵，去等待耶稣来临。喺今日嘅福音里面，圣母玛利亚本身系一个普通人，同我哋一样冇咩特别，但系佢嘅生活好谦逊。同埋崇敬天主，佢时时依赖天主，同埋相信天主系全能嘅。咁样天使伴佢前往，令佢好惊惶不安，因为佢唔知道乜嘢事情发生，但系佢愿意服从到天主的旨意，咁样话：上主的婢女，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。咁样嘅做法，结果圣母玛利亚成为主耶稣嘅母亲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喺生活上大家已经经验过，其实实践天主的教导不容易，因为我们要牺牲很多东西。但是大家知道，我们的生活一定跟随天主，就会令我们得到平安。所以今日我们向圣母的行为学习，无论发生什么问题，首先我哋依赖天主，天主会祝福你哋嘅生活开心啲。每日你哋要用时间祈祷，求主祝福同埋指引你哋嘅生活平安。咁样嘅做法，你哋准备好心里面就系等待耶稣来临。我想分享俾大家一个故事。圣诞嗰阵时，圣热罗尼莫去到马槽嗰度，佢祭祷嗰阵时，当时耶稣 BB 出现问佢一个问题：圣热罗尼莫，你有乜嘢礼物送俾我呢？圣人答：我送俾你我嘅心。耶稣接受了，但是继续问：还有没有其他礼物呢？圣人答：耶稣明辨，我很爱你，我送给你我所有的一切，能力、智慧给晒你。主耶稣很开心，但是耶稣仲继续问圣人：仲有冇其他嘢呢？圣人答：好啦，我送晒俾你。所以耶稣未免咁样讲：你仲有一个好重要嘅礼物，嗰份礼物我最中意，你可唔可以送俾我呢？圣人答：我愿意送俾你。耶稣秘密答话：你送给我所有你的罪过。这里的意思，耶稣秘密要圣人改变他的生活，不再犯罪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将来在当中，主耶稣临近
間飲翻船河，要悔改我哋唔聖虔善嘅生活。咁樣就即係你哋準備好心裏面跟隨天主，呢啲嘅做法都可以講聖誕嘅禮物送俾耶穌 B B， 佢一定好開心嗰份禮物。咁樣就聖誕節嗰陣時，令我哋嘅生活平安喜樂。天主保佑大家。